太阳天使信息。关于我们正在从这个门户带来圣光，三月三日门户，来自光之时代，翻译 Google。 这个美丽星球上亲爱的众生，我是尼玛尼 Animani， 一个太阳存在。我今天忍不住来到这里，不仅带来中央太阳的能量，还带来意识，带来必要的能量，让你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感知周围的事物。圣光以最大的强度到达这个门户，是变革性的、转化的、丰富的。像所有门户一样，它也有开放的时间。它被注意到的那一天是它的巅峰，是它敞开心扉让光进入的那一天。所以今天就让自己接受这道圣光吧，让自己感受那光。它不会在今天结束时熄灭，它会持续几天。所以注意你的情绪，振动的高的人能振动的更高，有梦想的人可以梦想更高，爱的人会更爱。但所有这些丰富的平衡、良心、责任，在这个从中央太阳接收到巨大能量的时刻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回想，无论是善与坏，意识到返回的速度也会很快，无论是好是坏。不要担心那些利用这个光之门户来提升他们的邪恶信仰，并试图使地球失衡的人，因为他们将一事无成。是的，他们将会快速得到反弹。不去注意任何负面的东西，只想一个快乐的世界，一个完美的世界，一个高尚的世界。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一个人人有权享有一切的世界，一个没有饥饿、没有苦难、没有人露宿街头、人人为整体利益而工作的世界，每个人都参与建设世界。而那些反对这一切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到达这个门户的圣光将提升你心中的所有能量。今天进来的所有光都会沸腾你心中所有的能量，无论这些能量是来自爱还是基于爱，这将在你的道路和地球的道路上传播。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，但不会在地球上传播。在每个伟大的入口处，谷壳与小麦分离，而负能量越来越少的在地球上加速。再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了。谁震动负面，谁会拿回他们的份额，但不是地球。我们可以说这个入口非常特别，因为它会给地球带来大量的能量和能量的类型。所以我只能对你们每个人说，享受它，想想你渴望的那个美好的世界，想想你的梦想，但永远不要忘记，远大的梦想需要对你和整体都有益。自私的梦想不会实现，轻松致富的梦想不会实现，作为骄傲的富足梦想不会实现。所以知道梦想什么，知道向宇宙散发什么，用这道圣光照亮你的身体，让自己100%治愈任何不平衡、任何疾病。最重要的是信念，是信念，那么一切皆有可能。这将只取决于每个人所散发出的东西。成为圣光与圣爱，散发光，活出这光，并开始观察，从今天开始你的整个人生，开始观看。只有一点值得记住，圣光显示了你在自己的思想和内心中长期隐藏的那些小角落，但一切都会显示出来，一切都会出来。大智慧就是用爱去看待这些点，决定如何处理每一点，因为它们不再褪色，不再隐藏，不再是你前进道路上的阴影，它们会留在那里打扰你，引起你的注意，直到你决定直面它们并解决它们。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不要把这些点放在一边，对待每一点。
起初，这些问题中的许多点看起来很困难、痛苦、绝望，但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你带着爱去看待它们，解决方案会变得简单易行，而且肯定会用最少的痛苦来解决。不再害怕，不再逃避，不再隐藏任何东西，一切都必须处理。这将是你为了继续扬升道路而必须达到的重要点，清除你的阴影，清除你的痛苦和苦难点。这是你的选择。没有人会带着阴影进入第五维度。再往前推也没用，总有一天要治疗的。所以现在就让它吧，当这道圣光很强烈，并且会支持所有的答案和解决方案的时候，剩下的只是你想解决每个问题。我们是太阳存在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当然此刻地球上的我们有成千上万个增强到来的所有光，每个人每个生物都会收到这个圣光。那些意识不允许他们做决定的存在，比如动物，每一个稍后会由地球上的光之存在处理。不要紧抓任何东西，解放很快就会到来。对于和你一样有良知并做出选择的人来说，此时此刻由每个人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，保留自己的影子，失去新世界，还是鼓起勇气对待每个人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